为消费者设计和打造出真正适合的高端的卫浴产品。亚路加在北岛闵县会长的带领下，始终坚持成长赖以改革，改革方能安定的公司理念，继续传承和发展工匠精神。现在亚路加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国性的大型智能卫浴生产厂商，智能卫浴的事业也遍布全球。目前亚路加总部位于日本，在南通开设智能马桶盖专业工厂，在中国上海和北京有办事处，越南的胡志明和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皆有事务所，并持续不断地开拓新的市场，产品遍布东南亚和欧美。如今亚路加的销售网络遍布海内外，产品深受海内外广大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喜爱。现在在上海浦东机场、五星酒店和快捷连锁酒店、养老院、高端商场和公寓都留下了亚路加的足迹，更在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家里承担起我们的责任。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亚路加与您携手并进。每一个按键都是一个舒适的开端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便捷的起航。日本技术，中国制造，亚路加许你一次不一般的如厕体验。入座的瞬间被温暖包围，按照人体曲线设计打造的座圈不仅增加了舒适度，保证了加热持续和稳定，而且座温还可以进行四档调节，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进行调整。离子过滤器搭配内置过滤网，细致过滤，无限接近饮用水质，双重保护，为您和您的家人筑起健康的盾牌。全智能系统在每一次入座感应启动时，喷头随即进入自洁程序，从源头上保证每一次冲洗的舒适与洁净。结合先进的恒温及热水系统，无需等待，随时随地温水洗净不间断，无温差，更有女性独立喷头，加倍清爽，加倍温柔，加倍细腻，更能在特殊的时期给予特别的呵护。而且水温、水势，包括清洗的位置，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暖风烘干在每一次冲洗之后，从来轻柔微风，不仅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烘干温度，一体机更是可以调节烘干的前后位置，做到了真正的干净。除了创新的移动烘干，一体机高端系列设计了自动翻盖功能，在一定范围内感知到人体靠近，不仅盖板座圈也可以自动翻开闭合，提供便捷的同时减少了接触，减少了细菌的传播。当然，自动清洗和停电冲洗的功能都是必备的基础，无需动手即可享受生活带来的便利，让如厕变成一种享受。对了，我们的坐便器都带有小夜灯，夜晚不再因为刺眼的灯光而烦恼，柔和光源适度照明。说得好不如做得好，让方便更方便，亚路加邀请您坐下来再说。